今天我们学习 YCTE 第七课，这是谁的狗？单词狗，狗，猫，猫，鱼，鱼，鸟，鸟，这，这，那，那，看，看，多，多，少，少，多，少，这儿，这儿，那儿，那儿，让我们一起读。这是谁的狗？这是我的狗。那是谁的猫？那是明明的猫。那是谁的猫？你看，这儿有很多小鱼。你看，那儿有很多小鸟。那儿有什么？中国文化，十二生肖。鼠，鼠，牛，牛，虎，虎，兔，兔，龙，龙，蛇，蛇，马，马，羊，羊，猴，猴，鸡，鸡，狗，狗，猪，猪。你属什么？你属什么？我属牛。我属牛。总结。这是谁的狗？这儿有很多小鱼。你属什么？ Thank you.